多谢兄弟姊妹，主来平安，感谢主哈。咱三甲来阿头祈祷。亲爱天父，阮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当阮来到你面前的时阵，阮要感恩，阮要懊恼，阮要将荣耀拢归乎你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伫过去的日子内面，虽然阮有这两三年的疫情，阮拄着真多的艰难，但是伫主你的内面，你疼痛，你怜悯，你帮助，你医治阮，你让阮伫你的内面有平安、有喜乐、有健康。主啊，阮要将懊恼、将感谢，拢归乎你。主啊，阮求你家己施阮祝福，伫阮每一个人兄弟姊妹身躯顶，特别阮马家弟的姊妹团体。主啊，阮将每一个拢交乎主，主你看顾，你保守，你甲阮同在。你差派你的使者伫阮的边头，保守阮，无予病毒侵害着阮。主啊，阮感谢你。虽然有病毒，虽然阮会着破病，但是伫你的内面，犹原有你的医治，犹原有你的看顾甲保守，犹原有你赐予阮的健康、有平安、有喜乐。主啊，阮要感谢你。主啊，阮求你继续施恩，继续看顾，继续保守阮，带领阮，让阮伫你的内面，逐日孝顺主你的恩典，逐日向你求祈求。求讨，主阮要借着这个艰难的日子内面，搁较来亲近你，搁较学会晓一个基督徒伫你面头前健全的生活、健全的生命，互阮伫你的内面搁较疼主，搁较愿意来亲近主。亲爱主，当阮来亲近你的时阵，阮深深的知影，你的看顾怜悯，你的确要甲阮同在，互阮伫你的内面。逐日活伫感恩、欢喜、懊恼的中间，愿主你即时甲阮同在，赐落你的话语，赐落你的圣灵的感动，伫阮的心中，互阮听到你的话语，得到你的话语的时阵，阮心灵喜乐，阮愿意搁较好的伫你的面头前度过一个基督徒健全的生活，荣耀主你的名，阮安尼祈祷。感恩交托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恳求，阿门。好，咱今仔日要来看一段圣经啊，我要小看。咱今仔日要来看这段圣经，是伫个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九节，真短吼，只有三节的经文，三节的经文。但是这三节的经文呢，要讲四项的代志。重要要跟我们说四项的事情，这四项的事情要让我们知道，我们一个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，在末日的里面，我们要度过怎样一个健全的生活。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，在圣经里面，我们很多圣经教示我们，帮助我们知道我们在主的面头前怎样度过一个健全的生活，有很多方面。但是呢，彼得前书呢，独当呢要甲咱分享，伫末日的时阵，伫万面的结局关了的时阵，咱要怎样伫这个世上顶头有四项真重要的物件，要甲咱来分享。好，咱来三甲看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九节的经文。圣经一开始安尼讲，伊讲万面的结局关了。所以恁着警醒自守，警醒祈祷。第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的相疼，因为疼会当抵抗真多的罪。恁着互相宽待，毋通发怨言。好，圣经咱先看到这。首先，咱来看圣经的时阵呢，咱来看彼得前书呢。在彼得前书里面呢，伊教是一个基督徒。彼得前书伫当时教会受到真大的逼迫，伫真艰难的中间，
彼得写批予正教会兄弟姊妹，伊教示兄弟姊妹，虽然环境真无好，虽然环境真无好，虽然咱的生活拄着真多的艰难，但是咱一个基督徒唔通伫主的内面有苦毒，唔通有苦毒。咱伫主的内面唔通有怨恨，啊，咱内心唔通有遮苦毒啦、埋怨啦、怨恨啦、怨妒啦、骄傲，唔通有遮物件，唔通食有遮物件。相反，一个基督徒咧，伫主的内面咧，应该有一个顺服，甚至有受苦的心志，甚至有受苦的心志。这个彼得当时拄到环境，甲咱今仔日有真像的所在。咱今仔日的环境内面，虽然无有这个逼迫咯、苦难咯，无食物件，但是咱的生活、咱的环境，游玩也无真好。咱有真多疫情，有瘟疫，互咱的行动真袂自由，真袂自由。啊，真多物件，咱想要去做，咱袂当去做；咱想要出去，袂当出去。咱关喺厝内。咱家己身躯受到真多的艰难艰苦，在这个环境内面，圣经要教示咱顺服受苦的心志，顺服受苦的心志。在这段圣经内面，彼得前书特别甲咱教示，伊讲主来的日子愈来愈近了，离迄个天的光要来了。所以基督徒更加要警醒，更加要警醒，在主的内面度过一个健康的生活，来荣耀主的名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日子内面，咱就专心有美好家己来听候主，专心有美好家己来迎接主耶稣所的过来。在这段圣经内面，彼得说万米的结局滚落，所以恁着警醒自守，警醒祈祷。第一要紧的是彼此的相听，因为听会当抵抗真侪侪，甚至最后讲，伊讲恁着互相宽待，唔通发怨言。点者伊讲到结局滚落，所以咱着注意四项的物件，四项的代志。咱首先来看第一句话，伊讲万米的结局分了。重要来看这句话，这句话真重要，这句话真重要。咱来讲到一个基督徒伫主的面头前有一个敬畏上帝的生活，是圣经真侪位所在拢有讲到这物件。但是彼得前书特别重点的是讲要甲咱讲这句话，伊讲因为万米的结局分了。意思是讲，这个世界已经要到最后的末日了。咱知影伫圣经内面，当主耶稣上天了以后，已经叫做末世，已经叫做末世。意思讲，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愈来愈近了，愈来愈近了。伫上帝救赎的计划的内面，已经到了最后的关键的阶段了。万米那隆重的听候主耶稣过来，求主过来治理。所以，在最后的阶段，在最后的阶段，大家基督徒应该做好准备，来迎接主过来。所以，万米的结局近哦，这句话哦，伊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意思是讲，兄弟姊妹啊，咱剩的时间无多了，所以你就真注意。真点灯，真用心去预备家己。咱的孙要考大学，伊读高中要考大学，剩到后壁三个月，哇！咱大家替伊紧张了。注意哦，赶紧读册哦，唔通去佚佗咯，唔通过两日去拍篮球哦，唔通过两日去运动咯，要认真读册哦，赶紧读册哦。啊！以前你会当去佚佗咯，去玩咯，去看去拍游戏咯。哎，即阵袂做咯，啊，即阵袂做咯，因为时间无做咯，时间无做咯，你着赶紧
认真去准备读册咯，因为考试近咯。啊，最后迄个考试近咯。啊，你以前两三年，你会做，咱讲会做放放哈，你会做做你去佚佗啊，但是剩三个月咯，剩两个月咯，剩三十日咯，你袂做过安尼个咯。你就认真准备，迄个时间无多咯。彼得的意思也是安尼，伊要甲咱讲，每一个基督徒踮这个中间的时阵，你就非常用心去准备，有备主耶稣的过来。第二项，当彼得讲万面的结局近咯，意思咱的愿望要实现咯，咱的愿望要实现咯。万面的结局群哦，不是予咱愈来愈消极，愈来愈灰心，而且是讲咱所愿望的要来了。咱一直对信主迄阵开始，对主耶稣上天了以后，世界进入到末日的内面、末世的内面，主耶稣会过来是咱第一大的愿望。是咱第一大愿望，所以彼得的意思讲，咱是一个带着愿望来听候主耶稣，咱是听候一个非常好的代志要发生，唔是予咱紧张惊吓，唔是灭亡，唔是死亡，唔是，乃是要见到咱的主耶稣，主耶稣过来是咱第一大愿望，所以咱的信仰。带予咱是一款喜乐，是一个愿望。咱逐日活伫喜乐愿望的中间，咱是一个有愿望的人，有盼望的人。因为咱的盼望是伫主耶稣的身躯顶。疫情来的时阵，阮的教会有一寡兄弟姊妹，啊，一寡有诶年长，有诶中年的兄弟姊妹，伊有症啊。啊，惊，惊到要死，非常惊，唔敢出门，完全唔敢出门。啊，伊个先生出门一倒来吼，哇，伊是惊到要死个，衫着踮外口，擘甲清清气气，拢总入去洗，人也着赶紧入去洗身躯。啊，不但安尼，伊个子孙拢总是安尼，惊，无愿望。非常驚嚇，驚到最後自己就憂鬱症，自己驚不出來，會打電話給我，他不敢來看我，在電話裡面打給我，哭到，我說姊妹，咱是有一個有信用的人，咱不能活到那無信用、無信心、無願望的人一樣，咱有主通活靠。你就相信那个病毒不会侵害到你，你在这个世间你有主保守你来看顾你，你就活出你的愿望。所以我们在这个世间要活出那个愿望，活出对主的那个信心，不免让这个病毒让这个疫情走到。我们是一个有愿望的人，万面的结局群是要让我们活在愿望的中间，活在五万的中间。所以刷下去呢，彼得前书对第七节到第九节要跟我们说，万面的结局群哦，所以一个基督徒在主的里面应该注意第一要紧的四项事情，四项的事情我们来看哪四项呢？第一项，第一项他说警醒自守，谨慎自守。一个基督徒在主的里面，当主耶稣要来的时候，他这个这四个字要跟我们说，他说意思说保持一个健全的心态。什么叫这健全的心态呢？意思说用一个诚实的态度来面对一切的东西，正确的判断一切的东西，用诚实的态度来判断一切的东西。意思是说一个基督徒在主的里面
应该有一个真冷静的头脑甲思维，真冷静，唔通人讲什么，东风吹来咱就倒西边，西风吹来咱倒东边。哇，惊甲慌啊！可能你摇来摇去，活伫惊吓，活伫诶迄个紧张诶中间，压力诶中间，危险中间，毋是。伊原来意思是讲，一个基督徒有一个真冷静诶头脑甲思维，伊想诶物件真平衡，伊想诶物件真平衡，伊有一个对主来诶一个。全面的对物件、诶对人、对代志的看法，伊看物件未极端，伊的思想未变形、未扭曲，伊会当控制家己的情绪，靠着主来控制家己。注意，为什么彼得要将这个代志系伫第一项？因为当时教会伫艰难的内面。一个人在好的环境里面，我们心情很爽，我们没有什么危险，没有什么压力，所以我们活得很自在，很欢喜，很快乐。但是一旦有压力来的时候，这个破病，这个又破病，这个去住院，这个又遇到事情，这个公司倒，那个怎样，钱不够，什么东西，拢总来的时候，我们人会紧张，我们想的东西有时阵会极端，有时阵会极端，袂平衡，袂冷静。用咱人话讲，有时阵听到一项代，咱会着烧起来，咱真激动，哇，反应真大，反应真大。但是彼得圣经一开始，伊的意思讲是。在末世的时阵，咱有时阵这个环境内面，予咱有真多的消息，有真多环境是无好的，有真多大环境内面，予咱真大的压力。但是，一个基督徒在主的内面，你应该是一个有信心、有盼望的人。你在主的内面，有一个健全的心态。你在主的内面。有一个冷静的头脑思维，你的想物件袂极端，袂去想歹。咱有时想物件真想会想歹去。阮教会有一个姊妹哦，有一日咧甲我分享，伊讲咱人的思想哦，真容易想歹，真容易想歹。迄个囡仔哦，伊的孙哦去读册，较晚倒来，无拍电话甲伊讲，无发消息甲伊讲。想见我倒来，伊打第一项想歹，是毋是火车弄着？是毋是火车弄着？是毋是出什么代志了？是毋是被人绑架去了？那是想歹，还是？当你想遮物件时，是表明你内心内面哦真无安全感。伊到后壁甲我讲。伊讲到后壁，伊为虾米会因硬计啥？当伊想歹物件时，想着极端物件时阵，伊赶紧祈祷。伊讲你若唔祈祷的时阵哦，迄极端的思想会控制你家己，会控制你的心思意念，你会愈来愈惊，你会愈来愈惊吓。哎呀，因着出代志哦，唔知去倒一个医馆哦，唔知拄着怎怎，你家己想的。家己在想，其实无影无一只代志，但是咱个人陷伫迄个黑暗内面、痛苦的内面、惊吓的内面，所以圣经第一项，伊讲警醒、自守，你有一个对主来的冷静的心。你有一个健全的心态，诚实的心态去看任何一项代志。你一个有信心、有盼望的人，在主内面有信用、有真理的人，你会真知啊！咱人话讲，你真知啊！
无人会，无有任何什么歹消息会甲你拄到，哎，袂，因为你有信心，你有盼望，你有信仰，你有主的同在，你真在，这就叫做一个诚实的基督徒，有一个诚实的态度、心态。在主的面头前，一个人有一个诚实的基督徒、诚实的心态时阵，对立面反面是什么？叫做糊里糊涂的基督徒。啊，我信上帝信得糊里糊涂啊，对真理也唔立无真多明白啊，信心有时有，有时悬，有时起，有时落啊，盼望有时大，有时小，所以听风就是雨。听讲风来了，我就要落雨了。哈，任何一个消息，伊就真惊，哇，就摇摇抓抓，你信用未在，未在，未稳固。所以第一项，健康的生活，第一项，警醒自省。咱来看第二项。有第二项叫做警醒祈祷，警醒祈祷，伊原来意思讲，将你的注意力，将你专心下伫祈祷的事项顶头，免得你受到威胁，失去仰望上帝的心。你若无专心祈祷的时阵，你会受到这个世上真多的威胁。因为这个世上呢，意思讲，这个世上呢有真多消息，有真多新闻，发生真多代志，会乎你失去焦点，失去你的注意力。你今仔日想这样想那样，哇，注意对着这个世界真多代志在走。圣经讲，警醒祈祷。将注意力下伫基督的事项顶头，你就袂受到威胁，你就袂失去一个仰望上帝的心，仰望上帝的心。一个基督徒真重要，咱的基督，咱的基督，咱的基督重要是改变家己，不是要改变上帝。咱的基督是要改变家己。什么叫改变自己呢？就是将你的心思意念跟上帝心思意念可以体贴上帝的心。当你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受到世俗的东西的诱惑，我们常常会让世上很多事情来颠盘，今天这个事情、那个事情、这个亲戚、那个亲戚、这个朋友、那个朋友、今天他说这项，明天他说那项，会让你很多受到很多的忧心，让你会分心，会让你心里面很多不平静，不平稳，这个破病了，明天那个住院了，那个又怎样了，那个又怎样，哇，你听到两个人更乱去了，更乱去了，因为你的注意力都在世上的事情上。但是圣经跟我们说，当你注意到下在基督的事情上头的时候，你会体贴上帝心，你会跟上帝心点做一起，你的心会改变，你会改变自己。我相信彼得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对他有特别的感触，因为彼得在克西马尼园里面，当主耶稣邀请伊做一祈祷的时阵，伊三摆去困去，伊三摆去困。主公，你袂当教我警醒片时吗？连咪久淡薄久，你教我做一祈祷好无？你会当教我做一警醒祈祷好无？因困去，因困。不能警醒，所以彼得将这句话放在我们一个基督徒
在这个末世生活的里面，意思跟我们说，你一定要警醒的祈祷。所以警醒祈祷，一个很大的敌人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会分心。分心，我们祈祷的时候，常常会分心出去。祈祷祈祷，不知道想什么去。会不会？我不知道兄弟姊妹，你会这样吗？祈祷到半，哇，想祈祷这样代志，哎，愈想愈远，愈想愈远，乱走出去，不知道在想什么东西。有的人祈祷祈祷，祈祷到后面睡去，规个祈祷规个睡去，到后面醒起来是脚伤过酸麻去了，是醒起来，哎呦，已经半暝两点，睡两点钟去了。祈祷中间，咱常常会分心，会爱困。真侪兄弟姊妹会来问我，讲要怎样让咱的祈祷会专心？我常常讲，你若祈祷会分心，你要祈祷的时阵，你先安静家己的心，先唱一段诗歌，唱你第一爱吟的一段诗歌，你第一爱吟的一段诗歌，细细声唱。不用大声，当你唱了的时候，你的心会安下来。当你唱这段歌的时候，你的心可以收下来，收心，到主的面头前来了。你知道这个时候是你要跟主亲近的时间，是你要来祈祷的时间，是你要来到主的面头前单独来跟主耶稣约会的时间。你唱这段歌，你将注意力放在这段歌的顶头，你享受这段歌，你心灵欢喜喜乐，细细声吟，吟了时阵你开始祈祷，这个时阵你会当专心压嘴，专心压嘴。啊，有的人祈祷到一半会困去，要怎样？你若会当常常有这个缺点会困去，我要跟你讲。你的祈祷，细声出声祈祷，出声来祈祷。啊，而且你的耳仔注意听，注意听你祈祷的话。你若安尼做的时阵，有这两项的时阵，你会当真警醒的祈祷，专心的祈祷，专心的祈祷。当你的注意力系伫祈祷的内面的时阵。你为开始为家己祈祷，然后为教会祈祷，为牧者祈祷，为兄弟姊妹来祈祷，为你的家庭祈祷，你一项一项来祈祷的时阵，哇！你甲主的话讲袂了，你甲主的话讲袂了，警醒祈祷。你听到真多消息，你听到真多歹消息，不要紧。将这歹消息，将这的代志，拢总下伫你的祈祷内面。比如讲，你听到倒一个你的朋友，伊破病了，你就伫祈祷内面为伊祈祷。伊若阿未信主，求主光照伊，求主带领伊，求主乎伊的心会当软落来，会当接受主。你为伊来祈祷。你心中挂虑的什么代志？你下伫祈祷内面。你想念你的孙，你下伫祈祷内面。你真久无看到伊，你为伊来祈祷。你为伊来祈祷。你担心的代志下伫祈祷的内面。啊，你若安尼做的时阵，你的心吼会当变啊，袂去消极，袂去想歹。你的心吼会伫主的内面哦，愈来愈光明，愈来愈喜乐。你的心在主的里面会越来越平安，因为你将这挂虑忧愁的事情每项都带到主的面头前了，将你担心的事情挂虑的事情警醒来祈祷，警醒来祈祷，一项一项祈祷，而且有时候你该记下来，写下来，你祈祷了的事情写下来，你会看见
当你祈祷了代志，有时阵即个病人出院了，你该该交起来啊！感谢主，听我的祈祷啊！我为这个专业团队祈祷啊！伊破病了，伊踮咧厝内啊！我咱为伊祈祷，伊阵好了，哎，咱佫该交起来。感谢主，祝伊伫伊帮助伊锻炼了伊，听我的祈祷。哎，咱一项一项代志。交在主的面头前，敬献祈祷。你甲主的关系，你的信心，你的愿望，愈来愈增加，愈来愈增强。你甲主的关系愈来愈亲密。所以第二项，健康的生活，第二项，敬献祈祷，敬献祈祷。咱来看。第三项，彼得讲，最要紧的，彼此切实相听。伊为什么安尼讲呢？最要紧表示什么？第一要紧的代志，排伫第一项啊，第一重要是什么？彼此相听。啊，咱常常讲彼此相听，但是彼得点遮。给一个给一个书叫做切实教会里面应该是听的所在，教会里面兄弟姊妹的关系是一个听的关系，咱姊妹团体应该是一个听的团体，啥听？团结这个词啊，原来意思叫做彼此三交啊，彼此三交陪。这个三交陪呢，不但是讲到咱的生命三交陪，生命里面三交陪，而且是讲咱的情感、咱的属灵、咱甚至物质、咱的生活，拢总会当伫主的里面三交，点做一下叫相交。这个叫做听，因为咱有相款的生命，咱有同一位神伫天顶，咱读三款的一本圣经，咱信相款的一位上帝，咱三款行一条的天路，咱应该彼此三听。但是听这个事吼，听这个代志哦。真容易变做什么？变做一个假。什么叫做假呢？意思讲，听只挂伫嘴的，无伫行动。只伫嘴的，哎呦，我真听你，我对你真好，会听，就伫嘴。所以主耶稣，你看主耶稣哦，来到世间的时阵哦，一批评第厉害。这比第厉害是什么人？叫做法利赛人。法利赛人，主要说这比法利赛人是什么人？叫做假冒为善。假冒为善，假冒为善，伊的意思是什么？意思是讲，伊那扮戏，那演戏给人看，伊嘴内面假讲听，假讲信用。假讲真理，但是伊行动顶头拢总看袂出来，拢总看袂出来。伊外口互你看到，甲心灵内面物件完全无相款。所以主耶稣，这比因这比啊第厉害，咱真容易将听变作虚假，变作肤浅。变作只伫嘴的顶头有听，无伫行动顶头，无伫真正对内心发出的迄个听，迄是第一可怕，第一可怕。所以彼得点遮特别强调，第一要紧的是什么？第一要紧的是彼此相听。咱注意，讲到这时阵，你注意啊。第一开始，伊讲到咱个人，
咱个人什么物件？你的心态，坚信主秀，你的心态。当你有信用了以后，你有信了，你信主了以后，你是不是一个心思意念健全的人？成熟的一个基督徒，你生命就成长。第二，你坚信基督是你跟上帝的关系，你跟上帝的关系。所以第一个是你跟你家己的关系，你对你家己的关系。第二是坚信基督是你跟上帝的关系，是对顶头的关系。第三个关系，彼此三条是你跟人的关系，跟兄弟姊妹的关系，你有看到吗？所以第三方面讲到你跟兄弟姊妹的关系，这个才是真要紧的代志，这才是将你的生命反映出来的代志。你跟兄弟姊妹会彼此相听无？真正去听因话，因有需要时阵，你真正会当为伊祈祷，将伊的需要带到主的面头前。当你会当帮助伊的时阵，真正帮助伊，替伊祈祷，去关心伊，去帮助伊，去探访伊，彼此切实的相听，你的生命反映伫你对人，你是不是真正将主耶稣迄个听来听你边头的兄弟姊妹、教会兄弟姊妹？彼得讲是第要紧的，刷落去解释，伊讲因为听会当抓看真侪的罪，听会当抓看真侪罪。当主耶稣以伊的听来解决咱的罪以后，你的听，你效法主耶稣基督的听。你彼此相听的时阵，会当抓看真侪兄弟姊妹罪。听下内面下面你，伊得罪你，伊讲一句唔对话，伊讲的话会伤害到你的心，但是你会当下面抓看伊的罪。当你有听的时阵，抓看。兄弟姊妹，你有发现无？你的囝、你的孙哈？考试考不好，数学才考20分，但是你有完听，对好，煮我真多好料给伊吃，为什么？你听伊嘛，你的孙啊，你听伊啊，虽然伊不好，伊虽然考试考不好，但是有完听伊，有完听，无完全，但是你的听有完在伊身躯顶。当你有听的时候，相反抓看很多兄弟姊妹别人，你的下面下面。所以你当你有听心的时候，你听心做的时候，丰富的时候，你的心里面不会因为别人说一些话得罪你的时候，你全积极的心里很艰苦，积极求顶无偌久，我伫阮个教会，有一个兄弟走来跟我讲，伊讲：“讲牧师啊，牧师啊，伊讲你会当去甲阮牵手讲一下袂？”伊讲有一日咯，咱踮遮在讲话个时阵咯，你讲一句话吼，害死伊哦，艰苦一礼拜。啊，我讲讲是倒一句话，互伊遐艰苦。伊讲你咧讲讲。讲到有个人要锻炼啊，去阮去一个所在咧锻炼身躯的时阵，我特别讲到迄若较肥的人哦，你着加锻炼哦。伊讲阮某哦，阮太太哦，拄好真肥啊。伊讲你讲迄句话就是咧讲伊真肥啦。我讲无无，我毋是这个意思，但是伊听就是这个意思。我讲哎哟，赶紧赶紧，来来来，我赶紧跑去找伊太太，当面甲伊道歉。我改讲，我唔是咧讲你肥啊，我唔是这个意思啦。你唔通，但是我若讲话吼，有时阵无注意哦，让你受到伤害哦，求你赦免我。你知影无？伊当你安尼一讲的时阵，伊现放了，伊第二日哦，因先生打电话给我，
哇，伊讲你怎哦？你来甲阮太太，该讲该道歉的时阵，伊真欢喜，真欢喜，非常的欢喜。哇！伊讲了后，我心内面更加欢喜，更加喜乐。为什么？虽然我讲的话唔是超工在讲的，但是无意中的一句话，可能让别人受到伤害。但是不要紧，咱赶紧去赔礼道歉，用疼来彼此赦免，用疼会当抓砍真侪的罪。当你有疼时阵，这个疼会当抓砍真侪罪。就无有别人得罪着你，你心内面真艰苦、真忧愁、真困袂去，袂。求主帮助咱，求主带领咱，互咱伫教会内面，互咱甲任何一个人，圣经甲咱讲，彼此切实的相疼，这是第三项。咱看到第一项。人甲家己，第二项人甲上帝，第三项人对兄弟姊妹，咱来看第四项，互相宽待，无法怨言。互相宽待，无法怨言。互相宽待，伊这句话是啥物呢？伊这句话当时彼得讲的时阵，伊意思当时的环境内面。因为当时交通无便利、无发达，所以客店也真少。一个城市内面客店真少，所以你有注意到无？主耶稣到迄个伯利恒的迄个所在，客店无有房间，因为客店真少嘛，就少少几间啊，尔无多。所以当时伫这方面，旅馆客店真少。你到另外一个所在去传福音、去侍奉，去到另外一个城市的时阵，有真侪袂方便，要怎样？彼得点就讲：互相宽待，无法怨言。互相宽待，意思讲，你愿意去接待一个虽然甲你信用相款，但是你唔熟别的人，唔认白伊。陌生人，你以前唔捌看过，但是因为伊来到这个城市，来到阮家，来传福音，来侍奉主，啊，互相宽待，互相宽待。你知影哦，我拄啊开始咧十几年前哦，十几年前，阮大陆哦，真少客店，真少，我真深的知影，我这个真麻烦的代志。你去到一个城市哦，无地桥，迄是真痛苦的代志。十几年前、二十年前，我去到北京，我为了找一个旅馆，会当找一日啊，最后实在无地桥，去徛迄旅馆地陷卡的走廊，我八点遐困一个，困一礼拜，困一礼拜，伫迄走廊。每个人走来走去，你就凊彩找床，啊，不是我一个人，真多人在那点下徛，无地通徛，无地徛。啊，你的物件才去寄去总台，啊，你要洗一嘴就去遐，去提器皿咯，提面巾咯。厕所是公用的，啊，洗身躯也是公用的，是老伤鬼鬼，真袂离边，真袂离边。即阵有时阵，我去到农村的所在，阮遮恁咱遐叫做山顶舅父去传福音，也是安尼，也是安尼。根本去到乡村的所在，根本无旅馆，你着去甲人徛，徛喺兄弟姊妹厝内。但是你知影，彼得为什么着安尼讲？意思讲，你将你的家庭开起来，你接待一个。对远百位所在来兄弟姊妹，你迄真大的疼心，迄疼心不但是一个疼心，而且这个是对侍奉的态度，是对一个侍奉的人的态度。
你接待伊，主耶稣讲，你接待一个主耶稣差来的人，接待一个传道人，就是接待主。接待主是就是接待差主来的天父。哇！你看，主耶稣将这项代志提到偌高、偌尊贵的，真尊贵。点只讲互相款待，这是表示一个属奉，一个属奉愿意去款待一个对别位来的兄弟姊妹，佫是一个传道人。你愿意将伊可能接待到你的家庭，互伊点只生活。虽然伊来将你的一个生活拢总搅乱去，哇！我接待人这个，这是真麻烦的代志。你出来的面突然间来一个人，你的讲话以前讲话，你就袂做安尼乱主讲了啊，袂做大细声咯，因为一个人点出来了，你是主好一家来宽待伊，但行你生活你时间拢总拍乱去，叫着偌大的疼心，偌大的疼心，但是主。祝福在这个人的身躯顶，祝福在这个家庭的内面，因为你所接待、你所款待这个人是主差来，你就是接待主，就是接待差主耶稣来的那位神、那位天父。所以第四项互相款待，无法怨言。注意哦，这个无法怨言。这句话真重要，无法怨言，意思讲无细细声伫伊后壁讲一寡重复埋怨的话。哇！这个点遐久，地势要行，赶紧走！哇！点遐久着，无法怨言，意思是安尼，无重复的埋怨，无重复埋怨，因为你埋怨的时阵，我内面就会怨恨。今日安尼啊，哇！你就走，伊的生活可能甲你完全无相款，啊，可能你接待这个人，伊真无注意食物件，所以讲无法怨言，无法怨言，求主帮助，求主帮助。所以第四项是对什么？对属奉，对属奉。咱来看这四项物件，对家己。祈祷对神，三听对人，互相宽待，无法怨是对属奉去接待，去对主的福音，对主的属工，愿意来参与，愿意来宽待伊，帮助伊，扶持伊，互伊伫属工顶头做得骨较好，荣耀主的名。所以圣经点只互咱四项代志。来跟我们说，一个基督徒在末日、在末世中间，四项很重要的东西，四项很重要的东西，四项命令，明确跟我们说，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你在生活上要占有无比听候主，警醒自守，警醒基督，切实三听，互相宽待。精神的生活，愿主赐阮祝福在伊的身躯顶，让咱对家己精神自守，精神基督对神，彼此三听对人，对人互相宽待对属奉，愿主祝福，愿主帮助，让咱在这个世代做咱的讲话、祈祷、三听。属奉顶头荣耀主的名，咱阿头三合来祈祷。亲爱天父，阮感谢你赐予阮你宝贵的话语。主啊，当你上天以后，这个世界进入末世，主啊，求你帮助阮带领阮，好叫阮伫这个世界伫末世的中间。敬虔的生活，荣耀主你的名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，跟我们同在，
互阮无论是对家己的心态，阮会对你的关系祈祷，甲人的关系彼此的切实的相听，对事奉，阮无法怨言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带领阮，互阮伫末世健全的生活，荣耀你的名。愿你甲阮同在，使阮祝福伫阮兄弟姊妹身躯中。我们交通仰望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恳求，阿门。